你有個名叫做旺角Kit姐，瑞士Kit姐，瑞士Kit姐。 大家一定要咧喺 YouTube 嗰邊咧訂閱咧瑞士 Kit 姐嘅平台，因為 Kit 姐好有正能量，咁佢會周圍聽歌啦，同埋佢翻返去瑞士屋企嘅時候咧，會教我哋整嘢食啦，帶我哋睇風景啦，所以我其實成日都追睇你嘅節目嘅。大家好啊，中華而家咧冇咗咧，其實都好傷心，咁大家前日咯嚇，即係百花齊放，街頭文化。 應該係要保留嘅，但係就希望政府做啲嘢咯，咁樣嚇，支持街頭文化、街頭音樂、香港嘅本土特色。因為咧嗱，我喺城市嚟啦，咁即係可以沉氣啦。歐洲咧都有嘅，咁但係歐洲嗰個街頭文化同香港兩回事，好氣氛㗎。 即係香港個氣氛非常之好，同埋人口集中咧，咁變到可以聚到啲人咧，又可以即係傾下偈啊，識下朋友啊，開心啊，民歌起舞啊，聽歌啊，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啊，開心好多，正路好多啊，即係夜晚即係可以有地方去啊，咁樣人生又自己嚟咁得啦。我仲有幾個禮拜走㗎啦。 仲有3個禮拜到，咁多謝 Kit 姐，Kit 姐呢3個禮拜咧多啲嚟支持下我哋街頭音樂文化，好唔好？讓我哋嘅蹤影都希望 Kit 姐可以出現，同我哋一齊分享歡樂。多謝大家支持啦，訂咗頻道啊，我啲頻道嗰啲片好有心機做㗎，好靚㗎啲片。我今晚咧我就將我哋今晚條片咧就擺上 YouTube 咧，我就順便將阿 Kit 姐嗰個頻道嗰條link咧，link埋落我哋嗰度，咁等大家可以咧，藉住我哋個頻道，亦都可以咧訂閱埋 Kit 姐嗰個 YouTube， 好嘛？多謝 Kit 姐，多謝你哋嘅掌聲，可唔可以大聲啲啊？多謝，真甜，多謝，可以繼續玩。